尖叫声。16日韩团 GOT7 世界巡回演唱会首次降临台北，与5000名鸟宝宝们一起嗨翻周末夜。开场以 Hot Carrier、Skyway、Out 一连三首歌曲，把现场气氛炒到最高点。成员 Mark 的爸爸都带着大批亲友团从美国杀回台湾听宝贝儿子，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样，今晚 Mark 的表演看起来似乎特别卖力呢。话不多说，就让我们继续欣赏 GOT7 帅气的表演吧。台湾报道。